这样吧，咱新老成员先认识一下吧，互相，好吧？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就是咱们团的团长，然后我叫幸福。那个以后呢，就是大家就是带着大家一块疯一起玩的人。幸福是北京 NFM 快闪团的团长。快闪是一种街头行为艺术，一群人通过网络快速集合，进行简短活动后，又快速解散。06年又开始接触快闪。我本身就喜欢跳舞，我想找一个那个舞蹈视频，哎，结果后来我发现看到那个快闪的字眼儿，我如果跟一帮人一起玩一起跳，大家特惊讶，然后我们咵就散了，我觉得这样很帅，挺有意思的，觉得。现在新成员，你接着说，没关系，不用腼腆，咱们都是一起疯一起闹的人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二组，我叫文明。西瓜。快闪团里的人来自各行各业，大多都是北漂，平时都以网名来互相称呼，就连团长幸福也并不知道每一个人的底细。叫妹子，妹子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以往的快闪活动都以舞蹈为主，跳完之后大家就迅速解散，与路人并无交流。幸福希望能够组织一次公益性质的快闪，吸引更多人参与。这个公益活动的主题叫8090，我们的童年回忆。咱们小时候肯定玩过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，比如说踢毽子、丢沙包、跳房子，利用这个就是能让小朋友都加入进来，跟他们一块玩。还有比玩手机更有意思的这些小游戏，就是商量一个大家都能来的周末。14号能来吗？我来不了。不加班儿，没事儿，一加班儿啊，周末都有空。我周三，你看你哪天有时间？怎么地啊？说。你平时晚上都没有时间，7点半。咱选一个离你们近的地儿不得了吗？离你们近的地儿也不行。虽然团里成员不少，但是四年来真正能参加活动的没有几个，这让幸福渐渐产生了解散团队的念头。哎，有个叫什么铁打的团长流水的兵，我现在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。我是团长是不变的，但是底下的人永远都在变。我真的是用心在带这个团，因为这个团四年了吧，我付出的心越多，我就越把它当回事儿。我就希望就是加到这个团里的人也把我这个团当回事儿。今天主要是买那个电视墙，想看看电视墙，主要是有合适我们就直接拉走了。幸福在一家出版社做秘书工作，他刚刚结婚没多久，最近正忙着装修房子。我看啊，定做得了。那是再转一下。嗯。来过，咱不知道最后哪家带。尺寸也不合适，价钱也不合适，转的是吧？对。大概这样的，然后。这是免息的吧？对，免息的。对，咱家那个是50寸电视。对，50的。
你看这俩哪好啊？李叔，你看这个好还是这好？让师傅看。你俩喜欢我哪个，我都能做。吃饭了，还坐着歇会儿吧。我希望就玩也玩的特别有什么水平那种的。你要说把控特别狠，就跟上班似的，人家就觉得我好像那平时上班又上学，我来你这儿我还得受你管。还学挺容易的，大多数。看着挺简单，其实里边事儿很多啊。我觉得幸亏我的性格还是比较乐观，如果要是遇见那种就是内向的，早不知道什么样了。带这团吧，我真的跟我同学朋友啊什么的，真的聚会的时间也少。然后那个我老公那边也是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团，我们俩也老吵架，说你这个玩儿也跟着魔似的，说你是团长是不假，但是你也不能一个人傻呵呵的天天在中午往那儿跑啊。大家都进来吧。行，咱们就开始吧。咱们现在是从2014年是会员制，咱们团确实要用教室嘛，6个月交50块钱，每个月平均不到10块钱，是这样。你们入吗？啊，你们要入的话是这样的，找这个关羽签个名就行了，然后我来发团徽，行吧？我现在自己想的一些游戏，有跳房子、跳皮筋儿。好先进呐，悠悠球。翻绳，对，翻绳是吧？我现成手里也没有这么多道具，我就希望大家有的话呢，就是为这次活动能拿出来做贡献。小健，你那儿还挺多的东西是吧？也。什么单位啊？你什么单位啊？啊。对对，咱们闪那天，然后就借用一下，回头还还给他们呢。行吧，那咱们这样吧，那咱今天到这儿吧，要不，大家再见啊。来了，我们今天来多少人？总共也二三十个吧。哇塞，突然感觉好紧张，好期待呀。没事，不用紧张。这天是迈克尔·杰克逊的纪念日。幸福计划好组织团里的新人进行一次快闪，让他们体会到快闪的乐趣。没事，咱们几个今天几个人咱都闪。堵在路上，这实在让我头疼啊！堵半天，好不容易来了，咱们闪完了，这个活动人有点少，怎么办？走吧，不等了，没法等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分散一点。一边跳完之后，没有，就跟咱们那个排练的一样就行了，跳舞一样就行了。哎，是打鼓啊！今天这活动闹的，广场上人好多呀。确实在这个大城市里，好多人确实压力也挺大的。群里呢好多人都是北漂，多数来到这个快闪大家庭啊，就是为了放松，然后你开心我开心路人开心，这就足以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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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再来一个。那还行，效果挺好的。下一个。咱接着商量咱们的啊，咱们那个，咱们说个时间呗，赶紧的。哎，那大家玩那个周一晚上呢？周一晚上？周三晚上？周四晚上？妈呀！大家那个有，就是说尽量就是说克服一下吧。你像我每周六其实我也有事儿，我其实这周六也有事儿，我们家也在装修。那要不然只能咱这活动退出了，只能这样了。嗯，怎么说呀？一个团队要想壮大，只有大家心齐才行的，不能说就随意的啊，我加入了，就是玩玩嘛，就无所谓。我就希望大家都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，这个团。自己在团里说什么散了吧，放弃吧，其实这话吧我真的不敢当着大家说。我先问大家在不在，今天要不要搞那个区域快闪。幸福想在晚上叫上一些同伴，将策划好的童年游戏都试玩一遍，看看路人的反应。我估计啊，能有十个人今天。应该有。对，至少十个人吧。我去，这九四的。你九四的呀？这九四的。我以为你跟他一边大呢。你多大？九三。九三。嗨。嗨。文明。文明，你是哪组的呀？二组是吗？你愿不愿意当组长啊？我可能忙不过来，我不能承担责任，我这人很有责任心。那你才应该当个组长呢。怕我上学以后。上学？你是高中生？研究生。是啊，我就说。好。咱几个先玩吧，咱不浪费时间，咱几个先玩的。咱可以拉点路人吧。可以啊。但是，我配合啊！来！你还有朋友吗？没了，都走了。做游戏啊？对，我们玩游戏。哥，有哥！大家看，三个人，做好了，我就取了胸卡，然后这个贴墙纸，你过来看一眼。行，墙纸由我盯着。我看看，这挺满意的，比上回红着的，但是这颜色我更喜欢。没事，你知道我以后想什么吗？我想的是以后啊，不要那么多人，要精。还用再开单据吗？那写个一曲呗。行，你写一曲吧。是不是再给你400是吧？行，你就直接扔，扔你了。哥，
单位也忙，然后家里也忙，然后团里事儿也忙。后来我就有点挺累的，挺累心的。然后我就说，要不跟单位说不上班。后来就，但是单位领导说让我冷静冷静，说太年轻了，说，不要那么冲动，年轻人。啊？现在已经40了。40了。45了。我的天哪！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说一说的，要不行咱们就解散吧，我也不想弄了。我也累了。还有几分钟就到排练时间了，团员们却没到几个，这让幸福感到很失望。唉，气死我！都在路上呢，说了。都在群里边。给我愁死了！怎么都这会儿了，还都在路上？这不早点来，都四个人都。那我把钱都退了，然后大家都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幸福，你下去一下吧。怎么了？小明在下边晕了，流鼻血。啊！下去一下。你带别人下去吧，我还得我。他让你下去看一下。那你帮我们看一下这。快！这太热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去上头待着吧。炖了一下，炖了我，哎呀。走吧，你。我刚才就。对，吓死了！你怎么身体这么差劲？鼻子我喷血，老流鼻血。哎呦，你可别到时候晕倒啊！我今天穿一大黑。他一说给我吓的。下班饭的上来有点闷。哎，谁呀？收获的，因为我交了这帮朋友，还有这帮支持我团的人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说用我一个人的累，然后换来大家的开心，我觉得也值了。你们给我吓死了！我跟你说，你们俩给我吓的，我当时你知道我跟你俩说话，我心已经跳到头晕晕倒。挺积极的，其实咱的组长也，你看带上你也就10个人，其实出去你也就九个组员归你。比如说我有什么活动吧，你负责通知你这9个人就行了，没问题。统计一下谁来谁不来，你这么着的话，我觉得咱们这个群，没问题，确实需要你这样积极分子。啊，你现在是在哪个组啊？二组是吧？你就从2组出来吧，你就当个组长吧。那你就当4组组长吧。4组现在不是没有组长吗？你就当5组组长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现在等会儿再说吧啊。那个咱们这样啊，那个第5组的组长现在更新为那个 Steven， 然后第4组的组长就是文明，然后对，你们4组组长，你可以统计一下你们的队员，你统计一下。你知道你有了吗？好多人以为我去舞团啊学过呀什么什么的，其实根本就没有。其实我觉得像舞蹈这东西就是真是实践出真知。负责准备道具的团员因为有事儿参加不了活动，幸福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这个是那个卖8块的，你要的话可以给您便宜点。我们不要那么贵的就行。那您就拿这就行呗。行，为什么漂亮都这么贵？这多少呀？这卖6块的，你要的话给您最低5块。哎呀，行，哎，没事，走。哎，冯一这么着大沙包，知道啊？4片吗？不是4片，是那个8片吧？啊，我算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片。天啊，还是挺脚感还是很不错的。
一点也不硌得慌，你看。很多小朋友都被游戏吸引，纷纷参与了进来。幸福终于下定决心去单位辞职，他希望可以开办一间舞蹈教室，教课的同时还能忙团里的事情，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看过攀岩的一些集锦，非常着迷这个走扁带。你自己养活不了自己，还让我们养活你？因为这个，老也搞不了对象，结不了婚，家也成立不了。人活着应该有一些理想目标吧？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，有一天能够达到这种世界级水平吧。敬请收看《新青年之走扁带的人》。